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沙子是废物，水泥也是废物，但它们混在一起是混凝土，就是精品。大米是精品，汽油也是精品，但它们混在一起就是废物。是精品还是废物不重要，跟水混很重要。朋友不是乱交的，每天在一起喝酒的不一定是真朋友，每天在一起混的也不一定是永远的朋友。人生要交的四位朋友，交一个欣赏你的朋友，即便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反而会更安慰你帮助你。二，交一个有正能量的朋友，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陪伴你鼓励你。三，交一个为你领路的朋友，自愿做你的垫脚石，带你走过泥泞，拨开迷雾。四，交一个肯指点你的朋友，时刻提醒你监督你，让你时刻发现自己的不足。财富不是永远的朋友，朋友却是永远的财富。一生不要瞎忙，只需做对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找对平台。无论你是才华横溢还是草根不一，你只有把自己放对了地方，你才会有正念、正见、正语、正行，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。第二件事，交对朋友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的一生中要么影响别人，要么被人影响。当你还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时候，被人影响非常重要，也十分必要。点击查看金 A88888 车主到底是谁，一切真相大白。关键是你被谁在影响，你是否经常被一些与你同层次的人弄得人云亦云的，经常被人消极的催眠呢？请记住，跟谁交朋友将决定你的一生可能跟谁一样。第三件事，跟对贵人，先有伯乐才有千里马。人是可以被教育的，前提是你的伯乐在哪里，他是谁，他能让你成为谁。贵人是教育你建立正确思维、正确价值观、正确人生理念的人，贵人是给你理顺思路的人，是给你明确方向的人，是修正你的人，是恨铁不成钢又处处说你优点的人，是鼓励和帮助你的人，是恨你到咬牙切齿又不忍心抛弃你的人，是把你扶上马送你一程的人，是陪你到胜利为你呐喊欢呼的人。选择比努力更重要，人骑上自行车两脚使劲踩一小时只能跑10公里左右，人开上汽车一脚轻踏油门一小时能够跑100公里左右，人坐上动车闭上眼睛一小时也能跑300公里，人登上飞机吃着美味一小时居然跑1000公里。人还是那个人，平台不一样，载体不一样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